友，虽然你一直讲到说您的副手到适当的时候就会有最佳人选，不过好像菊姐看起来也蛮急的，她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希望您和赖清德都可以理解，可以接受大家的期待，蔡赖合作，有感受到她的急切吗？这个事情哦，其实我也讲过很多次了哦。我们民进党现在是非常团结的哦。那我们我们的全体啊、哦、都认为团结是最重要的哦。那同时呢，我跟赖前院长的沟通哦，都很顺畅哦。那至于我们的整体的规划跟这个将来的这个副手的人选哦。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时候来跟大家报告，我们会提出最佳的人选。